半世纪过去啊，已经八十外岁，柯耀东早都已经是著名画家。对美国来个南岛团购的华劳德神父，早都已经伫美国过往。但是这两位煞有一段真特别的故事。伫五十多年前，画家柯耀东是一个伫电影以画刊版的师傅。神父华劳德逐天拢甲草屯九川里去团购。当时因为经费不足，教会连一张圣母画像拢无，因出神父就去拜托柯耀东。天主教的一个神父，迄、那个华神父吼，伊有迄个机缘，甲我有去甲伊熟识着，啊，伊怎拜托我画咱这个画三张油画安尼啦吼，啊，迄阵画真大张安尼吼，画好的时阵，华神父真正欢喜。阿妈真满意，伊甲讲那阵亲像，迄个耶稣有得来聊啊，岂有搭当画甲遮尼精彩，遮尼生动安尼吼？当时柯耀东和神父的坚持所感动，就马上代庙画神像。随后神父也摕着面粉甲生活用品当作是工资来表示感谢。但是早顿玫瑰圣教堂伫九二地震海起，三大包的画像唔再是海起，也是收藏起来。伫母子工作者李展平甲柯耀东重回教堂时，甲神父甲修女讲这件代志，也请因帮忙找画像。华神父叫我画吼，啊，我拢无条件，我嘛拢以后无甲问什么，啊，着爱介绍无，啊，着什么代志无，我拢就无甲伊讲安尼，啊，伊我嘛拢一仙钱都无甲摕迄个代志，但是又送我一锅迄个米粉吼。啊，甲皮，啊，甲碳啊，嘿，好啊，啊，我就真欢喜啊，嘿。他们对宗教也并不排斥，他们有那种胸怀能够跨界。哦，虽然他不是教徒，但是当华神父请他画的时候，他二话不说就接下这个担子。哦，那时候事实上油画是一笔笔的彩绘涂抹，不好就在涂，然后要画到随三公尺长，宽两公尺，那是很不简单的。现在柯耀东回想这件代志，伊讲当初神父无去嫌，和当时阁是小画家，伊来画这么重要画像，可以是相对感动。记者陈美婷采访报道。